你知道唐三最怕谁吗？谁呀？那你知道唐三最怕谁吗？我也不知道呀。你们怎么都不知道呀？这还怎么找卡呀？等一下，我想起来一个人。想起谁了？一个帮助过他的人。啊，你跟我想到一起去了。黄衣海魂师，戴沐白，戴沐白，大供奉侍女，奥斯卡，雪崩，三 D 卡赵无极，哎 ，U R 卡弗兰德，弗兰德，是啊，就是弗兰德。唐三最怕他师傅了，对不对？你怎么找的是他呀？你想的不是弗兰德吗？不是，我想的那个是。等一下，我知道你想的是谁了。你确定？那当然，唐三最怕就是他了，还是卡宁荣荣。黄衣海魂师，弗兰德，奥斯卡，白沉香，赵无极，玉小刚，唐三肯定最怕他最开始的师傅了。啊，对，唐三最怕他了。哎呀，怎么是他呀？不是他吗？不是，你们怎么会说他呢？我说的谁？我懂了，唐三最怕的是这个人。啊？黄衣海魂师，牛皋，马红俊，唐三，唐三，唐三。SSR 卡白沉香，哎 ，MR 卡小五，对哟、哦，唐三肯定怕女朋友，是吧？我找的没错吧？哎呀，你怎么找的小五呢？我说的是他呀。谁？哎呀，你们看好了，白沉香，炎灵宗宗主，白沉香，马红俊，呼延震，紫衣海魂师，小五，嘿，唐昊，唐三肯定是最怕他爹唐昊呀。怎么可能会是唐昊？是呀，唐三不是最怕小五吗？什么呀，他最